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那做了这么多集视频呢，其实我还跟大家从来没有介绍过我的工作。那我呢就跟我的 partner 有一个小小的软装公司，做 interior design， 还有就是命理也做一些 staging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在这边，我在等我的经纪，我们来看看一个小小的房子，就是这个房子做 staging。我想给大家拍一下，了解一下我的工作，也了解一下什么是 staging。Staging 呢，其实它在美国是一种非常流行的，在房子卖之前做的一个家具的重新的布置。做 Staging 的好处呢，就是让你的房子能卖的价钱尽可能的能卖得高，然后呢能够卖得快。为什么呢？做 Staging 其实我们需要就是把你的个人化的东西 very personalized style 全部都清除掉，就是做到一种迎合大众的一种审美，让来看房子的人一眼就看到就喜欢。因为其实房子呢，毕竟你生活在里面会有很多你个人的喜好啊，个人的风格，那并不是每一个来看房子的人都喜欢这样的风格，所以这就局限了展示它的各种优点。还有一点呢，做 staging 呢，就尽可能的去强化你这个房子的优点，然后弱化淡化你房子的缺点，然后能够尽快尽早的能够卖出去。在美国呢，做 staging 呢是非常流行的，也是卖房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个手续。但是很多家庭，特别是一些华人家庭，他到目前还不是最能接受这个，因为他毕竟是需要有一笔钱去做这个 service。像一般我们这边3000尺的房子的话，做 staging 都要4000-5000块钱。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价钱绝对是花的值得的，因为分分钟你花了这个价钱的话，会让你卖房子能够叫价高几万块钱。如果说我今天能够拿到这个 listing 的话，我可以给大家拍一下我们做完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，然后我待会儿进去可以拍一下空的房子是怎么样的。那再说的，因为他还没来，我还可以再讲几句。再说的详细一点呢，就是很多家庭他生活在里面，毕竟有很多年或者一段时间，他有很多自己个人的personalize 的东西，所以呢我们要让他做一个清洁收纳，把他自己的尽可能的这个房子不要呈现太多的个人的审美，是需要我们 interior designer 或者 staging 公司来做一个符合这个市场上大众审美的一种 staging 一种装饰。往往这样的话，一让人进来的话，就能感觉到这个房子有一种气氛是他所喜欢的。我们买过房子或者看过房子的人都有这种感觉，房子其实很多时候房子不是看，是需要去感觉的。我就是这样的，如果说我买房子或者我租房子，我第一个进去我就是感觉，有的房子我看了我都不想走，就转来转去，从这个房间转到那个房间，但是有的房子我都不想卖进去，我就觉得就是太压抑了，或者是我根本就不愿意进去看。所以卖房子那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 staging 做的就要把那种感觉做出来，让他觉得这个房子你可以想象到你住在里面的那种快乐生活，营造出来的气氛和我们选择的家具啊、色彩啊，都能让你不想走，就能够看到你未来你在这里迎建自己的小家庭的美好场景，这就是做 staging 最高的境界了。我们公司呢虽然很小，但是我们生意还是挺好的，我们也不用做什么广告，就我们两个女生吧，都是那种做事情比较picky 的人，比较追求完美，所以我们两个人都是每一个房子都是亲力亲为的去做，我们也接的不多，但是每一单我们做出来的效果都非常好，然后也卖的都非常好。我们做完 staging 卖房子最高的记录呢，就是今天晚上做完，第二天就能接到 offer， 然后第三天就能把房子卖出去，这是我们公司发生的最快的一个成交记录。但是平均来说，往往呢我们的房子能第一个月，就特别像现在这么好卖的时候，第一个月都能卖出去，最晚也是3个月之内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小房子做之前和做了之后的比较吧。这个房子比较小，它没有玄关，一进门左手边就是厨房和饭厅，右手边是客厅。是一个饭厅对，它外面有一个小庭院，这个树特别漂亮。嗯，我们先看一下啊。这里有房吗？没有，这边是车库。
哦，就是有一个洗手间，这个厨房跟一个饭厅是吧？对。啊、哦，有个厅。对，它这里有个厅。吃饭的和这个 living room 它分开的。哦 ，OK。分开的。哦。上去看看。楼上就三个房间，这是一个客房，还有就是主人房。它这个房子的结构就特别简单，楼上就是一个主卧加两个客房，下面一个饭厅，一个客厅，一个厨房，一个小院，非常简单。可以往你右边去一下，对对对，现在可以了，这个高度可以了，再低一点点，可以可以，现在可以了。往右边走一走，再往右边走一点点 ，OK， 好，再高一点，歪了，低一点 ，OK， 好，行，这个太近了，有点挤了，对对对，太近不好看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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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可以这样可以。